我的天哪，这一窝竟然生了七只，你看吃奶都争着抢着，晚了一步都抢不到奶哈、啊、你看这七只小家伙争着抢着吃奶，这是第二只，第三只，第四只，第五只，这是第五只，第六只，第七只，我的天哪，你看一下生了七只，这里面还藏着一只。没想到这狗妈妈生那么多哈、啊、这产量太高了，吃奶全靠抢，哎呦晚一点都找不到奶吃哈、啊、你看这一只小家伙还在抢奶，哎呦这场面简直太壮观了，吃个奶根本就是你争我抢，互不相让哈。咱接下来呢拿一两只看看品相怎么样，你看吃奶吃的吸的特别的紧，这一只呢是一个小弟弟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看小模样，哎呦吐着舌头嘴里回味着奶味哈。哎呀这一只品相看一下，包子脸，你看碰它的话还不乐意碰呢，脾气还挺大，你看这包子脸捏着可好玩了，浑身肉嘟嘟的哈，长得还挺俊俏，哎呦你看这小脸捏着，哎呦不让碰哈，嗷嗷直叫，这小家伙你看吃的肥的。接下来呢再拿一只看一下，你看这一只吸奶吸的特别的紧哈，这一只呢也是一个弟弟哈，哎是个妹妹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品相，你看妹妹的话就完全没有弟弟的骨架大一点哈，她呢也是包子脸，出生有18天了哈，你看这眼睛都已经睁开了，长得还是非常好看的哈，包子脸豆豆眉，这几只呢你看这只小家伙争着抢着都在吃奶哈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七只就是体型还是比较匀称的哈，说明狗妈妈照顾的好，奶水非常的足，瞧这一只小家伙还对着镜头卖萌呢哈。行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儿吧。